哎，今日要甲所有听众朋友要关心做一件报道大代志的代志大条啊，就是讲讲一个洪都拉斯哦，讲要甲咱断交，这切拢是钱开无够济啦，唔是啦，什么是钱呢？这拢是阿强啊阴谋啦。哦，哈，大强，我怎样办啊？我是安那啦。客啥啦？啊，咱只客，你头革命啦！你发生什么代志啦？就是我这个表妹，大家同学隔壁班的时候讲，伊把我封锁门外啦。看听我实在你，啊，听这边你也听无哦，啊，看这才有字幕啦，哈。叫封锁起来了啦。哎呀，真简单嘛！来来来来，退去啦。这是要创啊？啊，你不是叫封锁起来？啊，叫封锁起来，锁是开着就开啊，开。你要确定？确定。这刚打得开？应该是打。这刚打得开？哎呦！哎呦！你妈妈呢？我听讲甲你滚双笑的啦！我是看咱油头革命，咱这是服务的一款节目呢。啊，你这油头革命是变哪服务所有人听众朋友呢？你要开心一点啦，对不对？开心 ，smile， 笑，嘿。啊，是安怎来去封锁的？就是顶个礼拜甲我借3000块要出资手游，啊，我就讲袂啊，因为伊顶个月甲我借，顶个月甲我借，顶个月嘛甲我借，我都无还呢。我无还哦，啊，够还。来来来，我解决啦，就交我啦。下个室友的隔壁的，我们来个删。你怎么给他删掉了啦？你怎么给删掉了？我在帮助你呢。哎，我删掉了都无人会甲你借钱啊呢，一劳永逸呢，下面。哎呦，哎，人讲哦，拄到就是缘啦，啊，有缘就要珍惜啊。而且我又没有什么朋友，你当给他删掉怎么办呐？哎，你一个奸啦，哎，你一个官啦，啊，这种朋友你留伊是要创啥？对不对？这种哦，用金钱交往的哦，这种的哦，友情哦，哎，袂久长啊，啊，用心交陪的这种的，才会当真做当作真正好朋友啦，知不知啦？嗯。哦。嗯。嗯，啊，咪 Q 了。哦。你等我一下啦。啊、我现在心情哦，就亲像那海浪安尼波涛汹涌，我需要一点时间。太顽固了。好。啊，我去了。来，我是啥呢？嘿，阿红少姐，欢迎大家来呛虾，我是阿红啊。我是导。哎，今日要甲所有听众朋友关心做一件报道大代志的代志大条啊，就是讲讲一个洪都拉斯哦，讲要甲咱断交，这切拢是。钱开无够济啦，唔是啦，什么是钱呢？这种是阿强啊阴谋啦。哦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，大家好，哇，这个阿强啊一日干啊，嘛受坑受办，在国际上啊要甲咱鼓励呢，啊，意思讲话，咱是好朋友啊，伊拢把咱交得着啦，吼，啊用钱啊，甲咱一挂好朋友，甲咱乌乌去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你好个安尼啊，啊，你有钱了不起哦，哈，你若有钱哦，我甲你讲，我落地啊。我想要提钱我看，叫我老爹也嘛无钱啦，有啥物了不起啊？咱人唔通安尼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做到安尼就啊，阮是要安怎做朋友啦？做从今以后，我阿宏啊嘛受个性，以后买得用钱来送个物件哦，我嘛无要甲你用，嘛无要甲你用，嘛无要甲你卖啦，啊，你会艰苦袂？啊，唔过塞，嘿，刚刚虾皮通知你说要去取货哦。对啊。哦。红上啦，唔咩？什么？我去山顶了好。你是会晓听人话，不晓听人话啊？我来讲，有即马开始，我无要用美得一千来物件，对不对？啊，虾皮我是怎啊订的？今仔送来，甲今仔就空起来就无关的。你知也唔知？我跟你讲啊，即马时代无同啊。无同。你哦，安尼讲哦，就做那个什么小红兵，要甲你出征哦。甲我出征？我要甲征嘞，甲我出征啊！我敢袂惊？我阿红什么人？我是顶港有名声，下港有出名，南港来上车，北港我再落车的嘞。我什么都唔惊啦。有啥物通好惊的？对不对？上无啊，就是讲你的节目后边，你甲写报一条讲哦。以上的节目内容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，纯属戏剧效果。啊，那内容呢，纯属虚构，如有雷同，那就雷同。嗯，你可惊啊？是可疑啊？可推推嘞？你这是可推推嘞？我跟你讲啦，故意进来听这种朋友啊。叫断交，那不是头一摆，我嘛已经足惯习啊，断交就断交嘛，对不对？咱嘛不是讲哦，断交咱就无分好食，对不对？啊，搁有啦，人就跟你讲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国家，啊，洪都拉斯是一个艺人，啊，两个人根本就坎坷来嘛，一个是包盖红，啊，一个是水贡红，哎，就是一个国家一个艺人，介一点仔关系都无嘛。啊，你硬要讲哦，在网络顶管哦，讲伊那叫洪都拉斯出来说明，啊，是要说明什么物件？当初时你我看卖啊，
伊嘛讲过哦，伊讲话咱行不改名，坐不改姓，伊绝对袂因为讲洪都拉斯跟咱断交，吼，伊就改这个名洪都拉斯，提出改变，迄嘛是正港的台湾人，对不对？洪都拉斯有红无？有无？有冇听过洪都拉斯无？他又不红，我改不改名关我们什么事啊？他不红，他不红。你再讲一次。他不红啊。你再讲一次。他不红。哦，咁你讲其实讲我不红啦。伊在红的时阵啊，你看唔知是倒位啊嘞？他红的时候，你还不晓得在哪里？你不会 Google 一下？咁你其实安尼有无？就是他。啊有啊有啊，啊就是迄个叶教授。嘿。康。各位现场来宾以及电视机面前的观众。大家平安，大家能够了解得到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有嘴是讲到无烂啦，有饭是食到无饭，有汤是啉到无汤啦，有厝嘛会卖到无厝呢。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我当初那厝卖掉去，你就当得金钟奖。那就是那个金钟师弟陈雅兰啊，是的，人家都为了一部戏哈卖掉三栋房子，啊你哦就是一直买买买，所以你才不会得奖啊。我老一直买买买买买买，我买十斤哦啊。你听我买一斤呢，咱是用的十倍呢。我讲安尼，洪都拉斯有红无啦？你有印象无啦？嗯，敢那有呢？敢那有咯，啊，搁一个啦。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，她的名字叫做当儿。黄品源。你敢看麦？那人家才说都不红，红得要命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啊你有红啊无红？不是啦，这些都太旧了啦，太旧是啥物？都已经不红了，他们都已经大家都不认识了。哪会啦，黄品源大家咪就熟悉啦，还有张艺魂啦，对不对？还有黄龙门嘛，拿一些新招出来啦。啊、新招哦、喔嗯，你要提新的？嗯。哎，啊，好、哦、啊，我们这次哈、哦、卫福部呢做的一些措施啊。啊，可能有些老百姓哈、啊，啊，有点怨言哈、啊。不过呢，啊，我的脾气一向都是很好的了哈、啊。啊，如果说有脾气不好的那个人哈、啊，就是啊，我弟弟啊，是陈大忠了哈。啊，所以你们不要有任何的不满，但是有不满呢，啊，希望你们能够说出来啊，卫福部都会为你解决。啊，谢谢大家了。啊、我知道这个就是那个。啊，之前啊上网有没有发到网络上那个陈闹钟？陈闹钟啊，然后一两天就一两百万人的收看、哦、啊，但是小粉红后来就出金啊，哦出金啊，看几个档都甩歪，对对对，一个礼拜就下架了，好吗？他讲那个啦，那个是洪都拉斯哦、喔、最大的痛啦。啊，不过你看嘛，安是不是很红？对，很红。对呀、啊，还说他不红嘞、欸，对呀、啊，所以哈、喔，我们来接听一下吼、喔、啊。啊，观众朋友啊，可以啦，来阿红小姐你好，阿红哦，哎、欸，你别嘞，还有一个网红 YouTuber 吼、欸，讲咱民进党的立委是中华民国的违停之父啦，欸、政府吼就是交通乱言的帮凶啦，安奈安呢？怎么奈安呢？这些都是国民党的阴谋啊！拜托各位以前来听这种节目啊，啊，咱哪有听嘉威是什么人要去违停？嗯啊，违停这款代志呢，这本地就是这歹解决的一项代志啦，对不对？啊，这国民党时代先都已经做个迷迷毛毛啊，啊，咱民进党今晚要接手，这是个烂摊子呢，你怎么要倒倒来？唔知道我怎样改善哦？啊，有一个讲叫啥陈大立伟，哎，立伟啊，感谢您了哈。啊，这位陈大立伟呢，伊讲啊，为提起警察啦、啊，啊，这个勤务繁忙哦，啊，人手不足呢，所以呢，那个较重要案件，咱就先来个办一下。哦，啊，迄次要案件呢，咱就倒倒再来办，吼、哦，啊，再就是现在这个问题啦。唔使、欸，你讲如果违停还不严重？不严重。哎、欸，我常常看到新闻讲吼，那些路人都是会为了要闪避那路上的违停的车子，走到马路上被人家撞，哎、欸，就危险的呢。啊，你咋就危险的呀？人家就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，马路如虎口。行人小心走，啊！叫你行落去时阵哦，唔当安尼欠天欠天，直接个动作低头族，无怪你会强弄到。走路小心一点嘛。我就讲啊，你就讲这。台湾哦，就是行人交通的地狱啊。那个行人地狱了，拜托诶，嘿，咱是哦算运气无好呢。啊，这种物件是国民党进前啊建设台湾的时阵遗毒啦。这改善嘛就要时间啦。啊，咱民进党要达到改善的时阵啊，你嘛有家己有一寡决心。对不对？啊，你若做一个行人，你来好好行咯，唔来这边看一下，那边看一下，对不对？那到时公亲就变属猪嘞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你行人还是我行人？我行人啊。对啊。啊，你塞车呢？对，我塞车，我塞车，我唔系只守规矩的啊，我唔系伫个内侧超车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唔系伫超速啊，我红线我也没有停车过啊，我红灯我也没有左转啊。
咱若开车的时阵哦，来做一个标准的奉公守法，就是好国民，安尼唔得袂欠开黄单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才会变成一个标准的用路人。你安尼讲对不对？嗯，哎呀、啊，啊唔讲塞，电台楼下那个停在红线上那台车 ，BNW AKF 5408那台车唔是你的哈？太奇怪，他才像你啊，奇怪。好嘎仔，然后坐在那个柜台，阿星打电话来说哈、他要去叫警察把车给拖走了。当时啊，黄单呀，啊卡未？卡啊！卡哦！哦，今天接不到这阿辉，继续是这阿红，阿红少些，刚不落来。阿伯，阿三啊，你不是刚才枪不是你的？